今天要玩 Fate， 这一次是武士篇。老实说，我还真的从来没有玩过 Fate 的 RPG 类的游戏。然后我第一次接触到 Fate 系列的时候是 Fate Zero， 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Fate RPG 系列的体验。然后呢，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置顶上面的连结都有游戏来可以进行下载。另外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获得的特点箱。这一次的世界观好像就是在日本武士的风格，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呢看到跟以前的 Fate 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背景。游戏是今天就上，想要玩的大家呢就可以来进行下载。而且我跟你们讲，里面这一次的，就是他们不是都会有那个逝者吗？是从者。然后这一次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会很熟悉的名字会出现在游戏里。怎么已经有人知道了？没错，这是不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在里面呢，我觉得很酷。哦，好喜欢啊，喜欢这种风格啊。ヤゴロウは子供好きでな、ひとしきり可愛がった後、切り捨てて。什么啦？太变态了吧？为什么要这样子？おい、じいさん。話はそれで終わりか？哦，这是一个老爷爷在讲故事。哎，我不知道，我没有玩过之前的游戏 ，Fate 之前有这么美的吗？这个看起来经费很多哎，这个看起来高水准哎，这是猫咪，有猫的绝对都给满分。何の良しあって俺を狙う？天哪，搭上这个人物风格，好喜欢啊！哦，这是有一点无双的感觉吗？看啊，大家，哎，没错，我也觉得这是你们花的钱钱。架势，鋭き水の流れのごとく。哦，这太多了。哦，然后多玩几下才知道。Fate 看打斗，当然要看到从者们的设定啊。看从者的设定喜不喜欢，才会知道我喜不喜欢这游戏啊。这不是 Fate。哦，他手上有那个，你可以许三个愿望。上等啊，令咒令咒啊，你们都记得好清楚呀。部分强敌可以反弹攻击。啊，我这时候只能回避吗？哎，白痴，这应该是有剧情杀吧？这个应该是会有剧情杀吧？ここまで。なんか。这应该是哈什么？真的有剧情杀？还是是我没有按到他要我按的？什么意思？哎、欸，啊什么？我又可以进？还是我刚没有按到他指令？巴萨卡哦，他也有魔法石，偷藏甩帽，看我没有？狱主们，他是 Rider 哎。名を知らせずして打ち果たすは。Rider。私は由衣小説。烈士タランと志す者である。好喜欢呢，好喜欢呢。还是喜欢他们角色设计的风格。他们 Rider 都念 Rider， 然后巴萨卡都。我已经不我已经不知道巴萨卡的英文怎么念了。巴萨卡。死ぬわけにはいかない。有片头曲哦，最喜欢看他们片头曲了，好帅哦！这次喜欢喜欢喜欢，谢谢大家的钱，我看到了。欸，他画风还是有按照他的那个角色设计的老师的风格去做。哎，呀呵，你长这妹妹肯定长大不得了，是没有爆雷啦，但也要确保她真的会长大嘞。虽然剧情只有一开始而已，大家最好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Fate 系列是很容易伤心的，大家不要付出太多感情。哎、欸，大家都这样子穿哎、欸，嘿，你穿丁字裤吗？我这样会不会引起民族纷争？会吗？我无意啊，我是好奇问一下。真的很喜欢他们穿和服的样子哎，真的好美哦、喔。干嘛逛街是不是啊？我就想逛街没。看看这些和服少女们，多美丽啊！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的从者是谁？不就是 C 吧？啊，会吗？
但每一次都是 Seiba 吗？如果是剑士从者，必然是 Seiba 是吗？哎，好多动画哦 ！FGO 的玩家们，你们一定很感动吧？浅浅变成了你们喜欢的样子。啊，这是接我们刚刚的打输的那一场。三十六计，逃げるにしか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死ぬわけには。我是阿妹妹嘞。死ぬ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呜。哎，对啊，来打不是都要骑东西吗？骑马啊什么的。他怎么没有骑？君が私の呼び人か。キレンは。ふむ。私はセイバー。阿强都不一定拿弓了。哎，真的耶。まずは離れる。哎，可是发型是发型是那样，就是他前面的那个。君の名は何だ。啊，就给他打就好了，我就站在后面，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操作嘛。上吧，谁吧？上吧！上吧，谁吧？我试试看，我不能测试一下我的从者啊、哦？不能测试吗？哎，白痴哦！上吧 ，Seiba， 干得好 ，Seiba！ 哎啊，怎么样？我一定要打最后一下，是不是？OK。哎，白痴哦，这个一定通关秒数会计分呐、啊！我还在这边打混，到时候分数超低。又来了，又来了，巴啊，不是巴萨卡，莱达！白痴哦！我要被打死啊！救我！白痴哦，你的主人要被打死了！一只陷入危机的时候，从者可以前来支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要把宝具放出来啊！快点开大，不要再跟他啰嗦了。我不是伪兵一系的弟子吗？没用啊！阿拉德哥，姿を見せろ。所以这个 Seiba 也是英灵。灰は灰。好帅啊！塵は塵。这个是不是啊？真的啊！难怪我觉得很熟悉。全てを。帅帅帅帅！再次感叹贝特系列的玩家们，看呐、啊，你们的钱呐、啊！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剩下的从者是谁？还有这些从者们各是谁？就等待大家自行去推进剧情挖掘了，好不？好的，好玩游戏时间差不多到这里。